并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，继续与新客户紧密合作，携手共进，共创未来。搅动手轮，把主距升降架升起。把电电机的木板取出。安装副工作台面，并把副工作台面与固定工作台面调整成平面。安装小铝槽刻度尺，安装连体托板挡板及行程光杆。安放短料推料器，安装连体挡板的铝挡板，并与滑动台面调成等距的直线。拆卸挡康板，拆卸与安装副锯片，拆卸与安装主锯片。安装挡康板并注意锁好，安装推台架，安放推台架铝管，接通电源，按动主副锯片按钮。操作与调试，锯板作业。
安装滑动台面推手杆。安装滑动台面刻度尺并调校角度。